你也打算对抗吉伦·达尔莫尔吗？尽管你明知道这将刮起怎样的血雨腥风。我不过是想要守护这片土地而已。高等艺人的典籍里是这样描述的：那日方能划破黑暗之船，孕育光明，诞生神枪。划破黑暗之船，这句话是指？没错，冒险岛世界堕落的超越者终会失败。神枪啊！可是低等生灵当真能对付得了超越者吗？可也有这样的人存在啊，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对抗彼此，他们就是彼此存在的担保。我们通常会将这样的人称之为宿敌。可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超越者的宿敌？此人或许是守卫女皇的骑士之一，又或者是被夺走之城的反抗军，再或者是背叛黑魔法师的军团长之一。考不好会是那些冒险家中的一个。又或者是尚未暴露过身份的其他人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现在黑魔法师的时间已然结束，而且现如今失去宿敌的神枪，枪尖将瞄准其他人。吉伦·达尔莫尔。赛伦，当真没问题吗？将这片土地的命运交到其他人手中。听说他守候了冒险岛世界多年的和平，不像我们。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们燃烧了种种，动摇了坚定的信念，不断地失去那些自己在乎的人。脆弱无力被强权所支配，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了失败和绝望。然而现在我们是时候站起来了，该有人站出来阻止这场悲剧。即便我们彼此有着不同的信念，我们也该为了心中在乎的种种并肩作战。殿下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。艾伦是这么说的。超越者的时代已经落幕，即将到来的命运与你们同在，未来已经在各位的手中，我会与他一起归来。现在我们是时候反击了。我警告过你会刮起血雨腥风吧？没错，超越者的时代已经落幕，即将到来的命运与你们同在，前提是你相信命运。
过是一个稚嫩生命毫无意义的挣扎，实在是